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继续展示啊。那这羽鸽子肯定也是啊，什么呢，林总？这个是欧洲巨星的之子。欧洲巨星配的是苏巴龙，幸运88的之子配之女的一个近亲的四个。嗯，那是俩元魂直接做出的，对对对对，是吧？对，这是您配出来的是吗？对，就直接子代。这只鸽是二冠啊，就是那个二冠，那个赢了几百 W， 它的子代，它的子代二冠是吧？二冠，嗯，它是双冠综合时期这子代，嗯。啊，它子代飞出来的、啊。对对对，是，本身这个是欧洲巨星的之子。嗯，这只鸽自身的特点是。和他父亲比较像啊，就是羽质也特别好，嗯，骨架呀、啊、那个前腔，本身他父亲就是个800公里级别的啊，就国际冠军、哦。其实上手的感觉和那个中距离那种的鸽子感觉是一样的，虽然他这距离大，那个腔的体液都和中距离鸽子是一样的。嗯。这应该算是一个肥硕雌了吧？这是雄鸽。雄鸽。雄鸽。哦。给我们展示一下它的个体吧。这2018年的鸽子是吧？2018，对。给他配了什么雌鸽以后，在这个，这是配了一只里奥的，里奥的，就赢得这个几百 W 这只鸽子在您这儿了吗？在了啊。哦，一会儿也展示一下，一会儿也给哥们展示一下啊。好，谢谢林总给我们展示的这羽鸽子，感谢。